啊、各位童心，啊，我们尽快就座现在要开始上课了。啊，这节课是由我们钟明雄庄委员带来演讲哈，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謝謝，谢谢。谢谢，呃，各位童心，大家平安，大家好。好。啊<好>、呃，真恭喜恁，在这个时刻啊来上高级班的哈，在还没有上课以前，两件事情讲一下。 第一件事情，当有外宾来演讲的时候，因为他和我们的立场上，他不晓得我们这个这个华理，他还他们不清楚，所以不要为难讲师，哦，下一次有碰到聘请外面的讲师来的时候，不要为难他，因为他的他所知的是以前他上课，他被国民党政府。 同化以后的和我们以前的思想一样，我靠，咋嘛是安尼啦？啊的只习惯经人。但是你了解这个法理以后，你的整个观念会改变。哦，像说刚才讲说那国家啦什么什么，台湾没有办法成为国家，这是国际法理上我们一直在读，就是就是这个这个结果了。哈、哦、啊，所以再次拜托，下一次碰到有外宾来演讲的时候。 哦，你们以后会会有什么之前训练啊？什么？那时候都会有外宾来演讲啊，因为今天之前训练的人员只有只有五十个啊，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呐、啊，那个是和台中的立法委员何委员，不是议员哈、哦，是何委员啊，因为秘书长认为说啊，人人太少了哈啊，所以把我们这下去去捧场一下哈啊。 老拜老安利哈，希望大家不要发问那个我们的立场怎么样，我们的立场，他和我们的立场哦，不一样，他是中华民国的官员呢、啊、哈。阿兰就卖一体，不，我们不是啊，我们一直不是不主张中华民国哈、哦。这个第一件事情向大家讲一下，第二件事情哈、哦，呃，我看到很多人哈、哦、都没有带那个水哈、哦，尤其是六十岁以后的人哈、哦，你千万千万。 以后要带水，像这个、这个、这位童心一样带那么大的水。喜安娜呢？我咪讲，六十岁以上的人哈、哦，那个那个口渴最大的感觉哈、哦、迟钝。啊，当你觉得哎最大爱孙候、哦、口口渴的时候哦，你已经是稍微脱水了哦，脱水了。啊，一个人在脱水的状况下哈、哦。 我是外科医生了哦，所以有点改成工具了喂。脱水的状况下，细胞我们的细胞容易老化，哦，我们的细胞很容易老化，所以你不要让它啊。当你一啊开始醉大，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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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也说你已经有脱水啊，你常常被在脱水的状况下，轻微的脱水状况下，你的细胞就慢慢老化，哦啊，所以你这个干阿退了。 你早起有啉偌多少水，你拢知影啊？我啉一半呢，我啉一罐啊，过来补，那个很重要哈、哦。所以我希望大家无论到什么地方，不是只来上课，到什么地方你少有那个习惯带水瓶的习惯啊？你晓得，至少你晓得你今天早上喝了多少水哦？啊，你不要让它有脱水的现象，稍微的脱水，细胞容易老化。我再强调一下，老化啊，你的撸撸细胞撸老化，你的。 人的越就越老化哈、哦，在上课以前，这两件事情请告告告诉大家一下哈、哦。好，啊，我今天要和他讲的是我们台湾的国际现实现在的地位是什么了哈？呃，是是呃独立的国家了，或者是啊，或者是殖民地了，或者是什么哈、哦？啊，我今天顺便要跟大家稍微 review 一下，所以做做一个我们的华理的总整理哦。 才不会说你到外面被人家问了、啊，一问三不知啊！不是，讨讨话就有自信。哦、我公啊，我跟我对了哈，阿金妹过来边那引哦。哎、欸，那种状况下，我们的法理是哎、欸，不不不会不会破的啦。哈、哦。金价金价那个我们的法理是无缝的哈。啊，有力也啊，坚固。我们不是感情用事，我们只顾这个华理，不要感情用事。 啊，不要认为人人家怎么样，人家怎么样，不要明明白白的用国际法律来来来讲、哦、啊！国际法上要紧了哈！啊，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就是这个。目前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你认为是什么？那台湾的国际地位现在啊，有应当有,有地位啊。 以什么什么地位，应当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地位。台湾到底在世界上扮演着什么角色？哦哦，啊，有人讲哦，日式美沙，有人讲是中华民国，啊，有人讲哦，无、啊、来建国，啊，来做美国的一州，啊，是做啥？足多人啊，我今天就要分析这个台湾的国际法理上，到底台湾是什么？哦，我要我要看大大家分享这个哈。哦 啊，因为今天时间我本来这个是要两个半钟头才讲完的课哈，啊，所以今天安尼从早一点一点通进来啊，所以我足足侪拢要，那较无足足要紧的，我著跳过去，跳过去让过去哈、喔，跳过去，让过去。安尼哈，什什咪叫做 t c G？好，T，那这这一定要知下，咱这个组织就是 t c G。t 就是啥？台湾，C 嘞，C 无。 C 部 C 部就是人民吼、哦，啊 G 就是 government government T C G 台湾 C 部 government 台湾民政府，这个重要紧，因为有这个民吼，是堪堪无这个民 T 杀地了，吼、哦，在法理上吼，这个台湾政府，你若讲台湾政府，或者台湾的台湾的政府，这、就是台湾政府，啊，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是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下面呢？咱的店面有席咪？ 有最最直接、直接，咱的上顶面的是啥？对对，就是 USMG，United States 啊，MG 的是 Military Government 军事政府。诶、欸，咱的直接上司是就是 USMG 啊吼。诶、欸，毋通想讲哦，是美国国务院啦，物安哥啦，毋对，咱的顶面是 USMG。 咱是安，怎伫遮系相安无事，因为咱有 USMG 咧保护咱。中华民国政府毋敢甲咱怎啊，USMG 的店面是啥？美国嘅是，会倒一播，国务院对无？啊是啥？拢毋到。USMG 是伫美国 National Defense Department，美国国务院啦，无国防部啦。 哎、欸，我们和那个国务院哦，不直接的关天呢。哦，我们法理上是美国总统，国国防部，国防部下面因为战争以后产生一个 USMG，USMG 下面在当地的民政府。你像伊拉克战争，美国嘛组织 USMG 啊，US G, 然后在伊拉克的民政府哦。 系统啊，是啊，那啊的各个各位怎样哈？那个系统是这样来的，啊，我们如果把那个名去掉呢，就是变成台湾政府，你把变成你独立的国家，啊，国民党政府呢要给你要干哪，给你找麻烦都都可以。我们成立到现在，他敢跟我们怎么样？不敢，因为我们上面有 USMG 在在保护我们了哈。诶、欸，这呃、個，简单，这个这个那、這個、的系统法理上的系统就是这样哈。 啊！开幕城市，我因为今日无时间。开幕城市，咱大家都呃、欸、去唱三条国歌嘛，吼！呃、欸，第一条讲迄个《出来日志》，因为我们没有国歌，啊，所以用《出来日志》吼、喔、来做咱临时国歌，吼、喔！诶、欸，这这来这有意义呢？这是我的土地，上帝给我这土地，给我这勇敢古老的土地，当朝阳、喔、啊那声，吼！哎，接个咧又要讲，即句吼，都是每一个,一個一、喔就是、我要甲各位讲者，一个国国家的国歌一定要有即、這个。 一个孩童，can freely，足自由的所在，一直强调国歌一定要强调自由。哦，你看世世界各国的国歌，大家都拢有这个自由，吼、哦，啊，所以说出来一句，咱尽无国歌，我用这个要让咱各位讲啊，拜托，恁老岁了好朋友也样做客哦，慢慢让他们去做。啊，我们的要爱对对啊，啊，国强个有力，啊，个要里面的歌词要有。 的迄个自由吼，即个足侪国家诶拢有自由啦吼，啊各位，啊，这個、我就无爱讲啦吼。啊，日本国歌，因为日本看英国诶，赶款迄个国家歌吼，拢是咧歌颂他们的天皇、他们的的女王吼、啊，因为所以伊无迄个无迄个自由啦，虾米性质咧吼。啊，啊，这個、啊来第三条甲美国国歌，诶、欸，是安怎较要唱日本国歌？我先讲一个，因为这是日本诶土地，日本。 的土地毋对，是日本天皇的土地。诶，这个天皇一定爱接落哦，是不是日本的土地哦？因为现在的日本政府不代表天皇，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哦，啊，第三条要被美国国刮咸啦，因为即摆是旧米国干啦。Occupied，怎么哦，啊，对对讲诶，来记嘞。 旧金山和平条约很侪条，拢总二七条吼。我干哪要和恁知影第三条呢？第二十三条，盖要记第二十三条，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说什么？美国是 chief occupy power，主要占领全国。哎、欸，国际法来对写个旧政策哦。那个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台台湾的主要占主要占领全国哦。二十三条，会、欸、记嘞，恁记嘞，恁该记二十三条。 然后要再晓得的只有两条，一个是二 B，一个是四 B，啊，二、哦、B 讲到日本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哦，可是他还有主权义务，他放弃主权权利，他还有主权义务。我要等了一个说明，啊、哦，这是二 B，啊说，四 B 是讲啥？四 B 的是讲 USMG。 哦，旧金山化合内底，有那写个足清楚，USMG 吼，毋、哦、是哦，空口皮讲啊，阮店面就是我，我再你讲，我们上面就是 USMG，伫几？旧金酸化合物第四条尾吼。诶、哦，毋是空，咱即摆咧讲吼，拢爱照法律来，不要啊，感情用事吼、哦。台湾是台湾人诶哦，阿双股狗哦，对哦，是不？啊，对哦，拍波较吼。爽。台湾是台湾人诶爽，啊，听了足爽。 我们不要这个感情用事，我们要造华理，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不要，我我希望什么台湾成为国家独立自由的国家是不是？很、欸、很想象诶，台湾哈、哦，最终能能变成什么呢？最最最高级了，让成什么？英国我的世界国家成立英国国学，哦，五十四个国家成立英国国学，哦。 英啊，这边什么？伊叫叫咩？苏格兰咪独立啊？唔好独立啊！那独立变作五十五个了吼。啊，啊英国啊，纽西兰啊，欧洲啊，是加拿大，迄拢是英国国血内底吼。英国国血内底。咱别日啊，上最后会会变作啥呢？两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台湾。顶面卡一个停咯、no, 欸，诶，看日本是变作国血啦吼。哦 迄个美国国歌最后嘛是咧讲，在这自由的国家勇士的,的家乡，看他讲的国国国拢爱讲迄个，今个是自个的自由的国家吼，今、哦、日、這個、free free 利利、哦、的哩吼，最要紧的今个 free 吼、哦，啊，这台湾最近跟我们讲，啊，今、啊這个我是迄、那个是台湾最近以萧太然做然后，啊，萧太然是我们台湾国际上非常有名的那个音乐家嘛，啊，我我讲诶，为什么民间户吼，啊，来拜托伊来做一条啊，伊讲。 伊伊老啦，无法度。事实上，他也进进在美国洛杉矶，他也进出 IC 交护病房哦，伊也无法度做啦。我讲哇，拜托嘞，来做一条吼台湾国歌嘞，啊伊无法度。啊，所以我讲，伫即个了很济时间咧，甲各位讲国歌的重要，啊，互各位若有好朋友啊，赶紧去做即个国歌，啊，来以后我们执政的时候有一个自己的国歌啦，吼，啊，伊无法度啦，伊即边伊即边都甲我讲。 老乡们无法度了哈、啊，啊，这个国家的丧失哈，迄个、迄个一定爱自、自由了哈，国歌一定要自由。啊，那我们的最后，我刚才讲和日本成为 Commonwealth，就是邦联，还、啊、是联邦，弄个啥哩哈？Commonwealth 就是反正做邦联，那阵迄个英国、五十四个邦联，啊，咱,咱是佮人两个了、喔，一个台湾，一个日本。 然后上面一个日本天皇哦，这是台湾最终的目的了。我怎么来开玩笑？啊，能不能成为国家？也可以，怎么成立？日本天皇讲啊，帮你得生啊，啊，你你得变作国家了。啊，有可能吗？不可能了哈、哦，他不会帮你得生了、啊。哦，诶，还是最后还是帮联。啊，你讲哎，要不、啊、要建立国家？诶帮联嘛是国家，你加拿大该不是国家？纽西兰该不是国家？澳洲该不是国家？ 弄是国家啊，吼毋通想讲。哦。啊，你阿你，那我们建立自己的国家，也是建立自己的国家。可是，在国际法理上，我们是阿你叫一个日本天龙阿条的一个下开帮人尔吼，啊，这俺打个清楚，为什么不能够啊？我们要建立新而独立的台湾，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可能吗？国际法理上，我们没有办法哈。哦，这个英国的。 英国诶是五十四个主权国家呢，包括属地五十四个成立的，而且 Commonwealth 就是邦联还是联邦哈、哦，啊，加拿大、加拿大啊，这纽、個、西兰我用国歌出来哦，纽西兰的国歌，伊嘛是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自由自信，大家国家弄下去用个自由哈、哦，我一直在强调。 国歌里面的自由，这个很很很重要了哈、哦，啊，大家安、啊、加强大各大家的印象，然后朋友一样，嘿，拜托用劲来做哈、哦。哦，啊，这个是无时间能讲这個，咱咱咱们，咱开幕的时阵，我讲我我们有两个主张，啊，有有两个主张，有两个立场，今天无时间能，他本来我拢会告大家读一版，增强我们，的啊，这在我们的那个。 网站里面都有吼，我们的两个主张啊，两个两个立两个立场哈，这样弄爱怎样吼。啊啊,啊，我写这个出来是讲台湾民政府，哎、欸，咱也积极吼，咱要排，哎、欸、进中华民国的官员几个，你知道吗？有二十万呢，差不多二十万人呢，官员呐，啊，咱进几个人，差不多差不多要四千就要够了吼，四千。 啊，二十万较币，一个爱做几个用？你知无？四千台二十万，一个爱做五十个人用。吼、哦。我写这号、個、要排弃的所在有够多啦。怎么讲？吼、哦？什物消防总局、内政总局啊？什物什物博物博物馆？什物中央？哦，什么哦？这教育文文部省的教教育部啦吼、哦。啊，后生省的是迄、那个迄、那个卫生署啦吼卫、哦、生。 呃呃，呃，卫生部啦，吼，啊，农民谁在？哦，要派国家，你几个人爱做五十个人用呢，哦，啊，所以我们的人还是不够，啊，我中间说拜托农林，你如果有什么呃好朋友，赶快叫他来上课，和你一起派到那个地方去，才不会你自己一个人马上执政要被派去，啊，啊，不，无三日就叫变屁个瞪来，哦，因为。 要有结伴，较嘴人，因为那个我们我们去都是政政务官嘛，哈啊政务官来官当官在啊边啊老你列同同伴，那、啊、我们就好商量一下，哈、哦。所以我用这个，没有各位考官，我们要派系的工作的资的那个资资产，哈，诶、哦，那个官官位捉水，啊，就是我们人不够。秘书长常常在讲，我们马上要执政了，哦，我怎么样被分给？因为 我无人通派啊，派无够啊，吼、哦，所以你们自己要要要去稍微，哦，去你们的网贴别啦，还是恁亲情啊，还是什么些？啊，少年人是靠做永久的呢，哦，啊，少年人带入来啊，变做永久的公务人员、秘书长一直在讲哦，这永久哦，我们自己呃人手不够啊，所以哪关键的位细生就要边了呢？这细生儿才有永久的公务员呢，吼、哦。 哎，啊，所以所以赶紧了哈，我用这个目的就要拜拜托大家赶快赶快，你看，哦，这、这，什么中央银行啦、国际法律学院、公共政策学院，什么哦，足侪慷慨了哈，哦，情报局，什么现在四千个人咧要分迄二十万的人的，哦，五十个一人要做五十人用啦哈、哦。啊，这是台湾民政府新的迄、那个新的迄个哈。哦 我今天就不要讲加啦，因为，哦，这各各州的有规定，讲各州的那个参议员呢、啊、众议员的名额，我们在官网上，这张官网有诶了哈。你哪个上上官网去看一看，我们各州的的配备了哈、哦、啊人人员的，哦啊、呃，这个是最新的了哈、哦，这个是最新的，差不多九，不是九月九号，是九月十八号。 哎，给他几，给他小些，啊？九月十二号啊，九月九号才才才有最新的一个，这一个那个，这个就、这个张平委员，这是、个、张平委员本来是台北州的州长，啊，在三四天前才被发布做这个总理府，总管局、哦、总理府的委员然后总理府的委员能做爱十一年了哈，进当选现个王志腾，王志腾有两百不？ 本来台南州的州长吼，黄志成委员，已经让他调升起来，迄个中央，迄、那个总理府吼，啊，李长荣真是一个做委员，迄个迄个电脑做的，啊，这個、我本身，啊，徐国林委员，你有上过他的课，这个年轻人，呃，呃，不错，很有为啊，思想很很敏捷吼、啊，这个还有陈兆明，这是有了，啊，蔡才源，咱有上过他的课嘛吼，迄、啊那个叫叫国民党关于几十档迄、那个啦吼，蔡才源，啊，个、啊、一个。 那个亚父，亚父是那个一个牧师嘛，原住民的，哎、欸，没没说原住民，就讲高沙族的，高沙族的牧师哈、哦，以前，诶、欸，你不要小看他呢，他做过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议长呢，啊、哦，以及把这个总会拟定为人哈、哦，雅父，哎，还有政治人，晓得哈，以前台中州长哈、哦，然后詹平委员是这两两三天前才刚刚升他起来，起来总理府哈、哦。 啊啊，所以这这個、这个，这个、那個、台南一直还接台南州，哦，啊，那个高那个那个台中州，台中州本本来是政治人州长，啊那个秘书长去代理，啊果台北州这个张平委员调过来，啊这有刘正刘正春，这是目前我们组织上面在我们总理府里面的。 委员，哎，当时抑佫有两个啦，吼，加加，咱算九个，即两三四五六七八九。还有，其余两名委员另行补台，抑佫有两个，迄个迄个，无、那、要、個、用总理啊，较早较早咱个政策内底有总理啦，吼。啊，因为咱个总理，古早个总理，我想讲起，来有我读个册，我读个家教平哩啦，哈，哎，册读个家教平哩，伊个啊，這较会，伊就捌足多，啊，较会忽然啊。 啊啊！叛变吼、哦、叛变啊！<coughs> 我咧讲叛变吼、哦、我先讲讲讲台前啦吼我你知影伊拉克了伊拉克有几个民政府？你知知影无？百几个呢。啊，美国较经济来讲啊，你即个民政府来执政。台湾吼、哦、咱即、這个咱即、這個、个已经分四五个啦啦吼。哦 台湾民政府已经混，啊，什么台湾政府啊，台湾什么华丽，什么啥啥，也、啊、有做侪啦。哎、欸，我等一下一张图给大家看，马英九也想一、那个民，用民政府呢？你有没有看到清张图无？伊咧，伊第二任在连任的时候，一张图，捌看过个就，哦，他他在在连任的时候，在总统府里面挂一旗旗出来，迄旗就是又在要想要做民政府啦。 哦，因为他以国际化怎样嘛？这个国际法他少的那个民政府，以后美国会指定一个民政府来执政呢，哎、啊、呀，想讲，哎、欸、啊，我现在在执政，啊，但是依依，那么基因呢，他是中华民国的，哦，阿些华律有几条公在，来来这样，每当流亡政府不能啊，就地合法，他想就地合法的。 诶，啊，所以伊也用自己的名字，啊，恁吼恁来遮读读了对了，就是安那对，对啊，就是怎么样？因为是谁去告美国政府的？林志深博士喊我们 TCC 的人去告，所以别人啊，要要何执政的一定是对，咱这个 TCC 啦，恁对了就对啦，哦，欸、先给恁恭喜了，诶、欸，真的是这样，哈、哦，诶、欸，真的是这样。 呃，一定是以以也即个民主以后美国一定会指定一个民政府来执政哦哦，就像伊拉克安尼，像韩国嘛是安尼，哈、啊，拢足侪民政府，拢几百个啊指定者，啊伊拉克，迄、那个伊伊几个伊一三五个月安尼咧，美国嘛是佮指定咯，因为他他法理上站得住脚，来指定他去等于伊拉克执政呢。吼，诶，哦。欸哦 啊，这拢没好、哦，这足多，我这边用这就是，哦，这足多足多单位，足多职位要我们去派啦，哈、哦。好，咱来讲起来台湾的，即、这个、目前台湾的归入正题，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是什么？哦，阿丹相对一，即个美国，美国有几个官员，有几个官员他们一直在讲的，难得一个。 规个甲扣起来讲，啊，我今仔伊这有足侪个啦吼，是差不多六个六个啦，啊，我今仔扣两三个出来，因为时间无法扣两三个起来讲给大家听，这个这个美国的官员，台湾第二学员这个不要讲，好来从第二个开始讲，台湾不是国家，这这想讲的，这想讲的。 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鲍威尔，鲍威尔讲，讲台湾不是国家，啊，讲啥？中华民国国讲咧，中华民国嘛是嘛毋是国家，吼，啊，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T R A 哈，美国一个伊嘛讲咧，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咧，这下你对呢？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就是这张和平条约二二十三条写个是美国管美国占领的呢，美国有占领权呢，哦，世界公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写得很明白，台湾就是要就是美国要来占领台湾的，然后啊以他較委托蒋介石来代理哦，代理的呢、哦，唔是台湾要可以哦，啊蒋介石。 哦、人人平时讲哦，光复节，你光复贵咧，来，让你来台湾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而已啊！哦，你要听好清楚，麦克阿瑟是派蒋介石来台湾代理美国接受日本军的投投降呢。哦，国际法理是安尼讲，的，伊麦克阿瑟派蒋介石来接受导接受日本军的投降 唔是讲要从台湾，何里中华，何里何里蒋介石呢？无呢？他是伊个被麦克阿瑟指派的代理，代理来接受投降的。啊，美国因为伊军力无够，伊家去占伊话，伊讲要登陆日本啊，美国才直接去去去去登陆日本，哦、喔，接接受日本。啊，当然有很多国家了吼、喔，比如说，哎、欸，伊毋是干呐？ 台湾和和蒋介石呢？有派三个所在和和蒋介石，第一个地方是中国，满洲除外，中国；啊、一个地方是台湾，另外一个地方是越南北越。三海和蒋介蒋介石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啊尤去越南无？有啊，去半当年啊因为遐咧机风啊来台湾呢，蒋介石唔走是怎？台湾改好。 糖啊，有米啊，有逐项，有逐项，有占的啊，人逐项拢毋走，占到去六十八个当然还是不走吼？诶，我台湾人真是够排面了吼，好来啊，恁即拢看过，Chinese 台北，？Chinese 台北，中华台北，对吧？啊，中华台北，安在拢用这中华台北，哦，恁恁较早拢即拢有教过嘞。 不能用，我写那去总讲，哎、欸、呀，我的台湾人啊，啊是高雄，讲啊，较会不用 Chinese 高雄，Chinese 台南，Chinese 台中，写那个用用 Chinese 台北，这国际法的规定了哈。台湾政府早一到个时候，只只只可可能用实体的名字而已了，城市哦，Chinese 台北，那时去、那个。 记得二次大战的时候，华国灭亡，华国的流亡政府跑到英国去，当叫做 French London 哦。韩国招来上海，叫做 Korea 上海，爱、啊、用多也没名，所以伊未当讲哦 Chinese 台湾，国宪法不准他这样做，啊，无伊来用 Chinese 台湾，哦，该特懂台湾拢的。啊，那个由这里可以晓得，他是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才用城市的名字哦，安尼大家听有啦哦，伊未当用 Chinese 台湾，这国际法无准安尼哦。伊是流亡政府造的，所以伊用 Chinese 台北哦。为什么不用 Chinese 台湾？为什么不用 Chinese 高雄？因为规定的是要用 city 城市的名字哦，哦来加加的是、嗯、Chinese 台北，中间加离无去啦。嗯、Chinese government in

诶，惊互咱知影，伊咧流亡，啊，事实上就是流亡啦，啊，将咱夹起来。前到咱咱咧受诶教育吼，拢较早有一个牧师来咧教说，讲啊，拢咱诶头壳拢戴一寡耳屎啊。嗯、啊，国民党教育都甲你骗啊，诶，也无必要让你知影半项啦，吼。中华台北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吼。 袂使讲台你、哦、是台湾人吼，即即国际法你知影啦。啊用城市诶名，我一直咧强调，台你是台北。关税独立关税利益区，是物叫做独立关税区？我我更加讲起来，无要个个，是物叫做独立关税利益区？咱台湾著是独立关税，是物叫做独立关税利益区？著、就是被占领的地方才叫做独立关税利益区，台湾是被占领的地方啦。你有想讲咩？美国咧？ 啊，所以台湾，咱只呢用讲独立关税领域区，好，我嘛独立不了，是不？这样这样，会怕着。迄国际法内底，写讲你被被占领的地方才用这独立关税领域区。哦，我安简单带过去就好，因为今天博士刚刚讲讲开详细哈。哦，今个讲的啊，这马尾哦，伫当时讲的，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五号，啊，i n a p r e s s conference 记者会 in Beijing。 在二零零四年，伫北京的工作会议了哈。来，搁续了小布希时代啊，韦德林最后在讲即个台湾的状况。啊来过来，今个今个，這個、我边个讲一个就是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 e r v i c e 美国的卫生啊，含迄个服务公共服务部是做一波了。吼、哦，做一波。啊，即、這个即、這个小姐吼，即、哦這个小姐，迄、这个 Catherine Sabrius，是你们看小姐呢，伊是。 伊是，二矿矿三到二矿矿九做下呢。Governor of Kansas，kansas Kansas 州的 Governor 就是州长。哦，伊做州长呢，s a s 州的州长做控山做甲控球哈。诶，但是哦，哎，先让别提呢，因为那个那个在底下、那个。 二零一一年了哈，一二零一一年，我已经无鬼了。我较早拢六六七档七档对去日内瓦，因为我等下讲到迄个日内瓦去参加 WHA，什么叫做 WHA？什么叫做 WHO？我给他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才晓得什么叫 WHA 哦。来，一提在 WHA 上面说下在，我们已很清楚的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 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诶、欸，恁家恁这个国家，迄阵时安怎开始讲这个话呢？因为咱这个、咱、咱、迄个，不是咱啦，因中华民国派起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啊，做代表的咪啦。哦，警告他伊等于甲等来等来讲，诶，恁国在人拢袂等你，不能进去开会啊，然后一些不能进去。 我可以进去，用一了中华 P.R.O.C.P.R.C.P.R.C 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在在在在在的台湾的的诶旁听员里面呢，啊，所以伊有阿只生气嘛，伊讲嘿，恁这拢唔对，刚才恁白会当讲，我一找我，伊讲恁做嘛，恁做嘛会当讲咩？台湾恁拢未当决定啦，哎呀，我讲个清楚，台湾是,是我们美国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所占领的地方，以南共管，那大概唔多哦。 知影迄个台湾的国际形势，啊，这美国啊，拢安尼啦。对啊，那要紧的关头，拢讲一半尔啦，吼、哦。哎，啊，所以，伊著伊著正式讲个，恁拢袂无材调通讲啦，吼、哦。啊，即、这个最近，当去用换起来。即个最近吼、哦，这最近是，呃，今年的六月初九，吼、哦，换即个 Siri 啊、哦這個這個哦，因为吼，即个即个小姐吼，因为迄个。 迄个奥巴马哈，啊，布洛克奥嘛，吼伊吼伊伫咧实施迄个全民健保，啊，迄、那个足侪拢实施袂好势，啊，即、这个讲啊，这个、这个、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做，伫六月。人家己辞职，家己辞职，啊，看换一个新的，换一个新的新的 well,、啊、这个马斯布鲁威哦。吼，即个换起个做新的卫生部长了吼，当然那位当然换的啦哈，好、啊啊、来。 什咪叫做 W H？o 什咪叫做 W H A？来，W H 就是第一个 W 是 War 的世界嘛，哈。H 就是 Health 吼、哦，迄、那个健康嘛，吼、哦，就是卫生啦。啊，Organization 是 O 就是 W H O，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吼、哦，你记得咱拢讲 W H O，W H O，W H O 是咧讲世界卫生组织。吼、哦。 啊，什么叫做 WHA，就是加 WHO、哦、世界每一个每一个国家的卫生部长，每一年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要去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开会，那个开会叫做 WHA，A 就是 assembly，就是会议了。啊，所以你知啊，WHA 和 WHO 是什么差别？WHA 是迄个开会，一当一败，每年一次的开会叫做 WHA。 哦、啊、，WHO 嘞就是那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啊、WHO 就是世界卫生大会开会了、哦就是 a s s e m b l y Assembly As 是开会了哈。我、哦、来，阿、啊、你就会、哦、怎样哈？WHO 跟 WHO 安那分辨，WHO 是世界卫生组织、啊、，WHO 就是每年开会开一次的那个那个会议叫那个是在日内瓦哦。阿、啊、我迄阵。 我要袂退任，我新罗医院院长的时候，啊阿扁啊派我去做领队啦，啊和我做行政院顾问，哦、我我逐当去呢，啊逐当去拢去抗议抗议抗议啥呢？哎，是安啊那个，独了我们台湾没有办法加入 WHO 啦，啊，落去 WHO 啊抗议呢，逐当落去，啊，带唱歌啦去抗议抗议安尼啦吼。啊我等下最近、啊、知影了，我讲啊，必扁、啊、都讲啊拢蛮厉害。 啊，无要较早讲咧，台湾不是国家，就永远不能加入啊！啊，阮啊去六七当咧，诶、欸，了家己的钱呢，毋是公开呢，了家己的钱去日内瓦啊，逐当就安尼，去去去去去，少两三礼拜安尼，伫遐发声啊，去啊唱歌啥啥呢？哦啊，不是国家、啊，你根本就不能，呃，没有办法加入 W H O 啊，吼、哦，那真就。 即卖联合国，一个咩是恁联合国促进会啊？你都唔是国家，你讲那那联合国促进会，你咪促进就对起啦，不能加入啊！哦，那理论理论，你晓得以后，你就不会去去说什么什么要加入什么联合国呀？那个那理论怎样？但是他哦，从刚才那个立法委员他讲的那个，他们是天杀对的一，两个思想嘛。啊，阿秀，我我再强调一次，多加我看嘛，对不对？以后有。 客人来，有贵宾来的时候，不要为难他们，因为因唔知啊，哦，因所住因唔知啊，因讲话因唔知啊，因唔知因唔对的所在，啊，咱上课了较知影个哦，原来世界法律是安尼行啦吼。诶、哦欸，世界总政府一百九十四，我目前呢，目前有一百九十四个国家，所以这个开会是一百九十四个卫生部长底下咧开，W H A 哦。 去 WHO 开 WHA 一百九十四个卫生部长在遐咧开哈啊有一年有一年啊这是这就是旁听席啊这就是大会大会所在啊我拢有去旁听席啦吼，逐当拢入去旁听，我都系唱唱牌啊抢干嘞，透早都去排队旁听席的位啦吼。因为因为去中国吼、哦，奥巴马拢叫迄、那个因个学生吼、哦，即个学生来慢慢抢位啊去排队啊六十个位呢，啊,啊去人去乱抢。 献给阿德，啊、我们就没有位置哦。我当单位的这，阿、啊、德有一年了哈，有一年，我坐底下的听，阿、啊、听听，那个中国的那卫生部长叫做高强，一直都话 SARS 的乙肝，啊那时候萨斯，啊、ARS, 他说，台湾，是我们的共同的同一个流流共同的血液，台湾的人民的健康是我们在照顾的，你听到也不会了。 呃，我们的健康是他在照顾的啦。台湾的那个那那流言哈，哎、欸，现、這、在、個、SARS 是我们在教导他们如何预防的。哦，听听了我怎么样？配合，我从卡起来，我从在即个房间里卡起来，用英语甲甲面讲来啊，来啊是，就是讲讲白社话哦，英语讲讲白社话啊，来啊，我就卡出人家讲讲告别社会。 啊！我台湾的勤工，恁来照顾的，是不是？我讲了，你连台北、台北、台湾都无可能了，你要哪来照顾我的勤工？哦，啊，都啊起来啊，都因为啊，迄、迄两个有建设都随我来了，你看看，哦、啊，水挖来，啊，啊，张讲，啊，我伊也尊重，我是医生啦，吼、啊，啊，我都口罩都戴了，迄阵都啊，啊，张都等我来，哎，若别人你出去安尼，伊对我利益呢，有我多嘞呢，阿姐讲。 四位旁听席上唱声，新罗院长红了。哎 <laughs>、欸，这第一版呢、欸？我一生都两版都系第一版啦，第几摆啊，含《中华日报》也报了吼，啊都系第一版。为着即个唱声吼，哎、欸，甲甲中国哎、欸，听了你实聽,听了，真正要吐血。你听到无？讲讲白贼话啊？吼，安尼，啊，所以伫遐甲唱声，啊，我教会公布啦，即好来。 这是拄多只讲到遮，就是世界卫生部长，伊咧讲，恁世界各国，任何国个拢毋是，拢袂无权利通讲台湾咯、喔，敢若安尼，诶、欸，阮美国会当讲了吼，啊、喔，一个，啊来个刷来，一个一个，即即个，我那就要跟你，我那讲者，爱了时间讲者，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吼、喔，因为迄个独立关税领域区。 喜羊开始就是独立关税领域去，因为是被占领的地方，所以才用独立关税领域去在在在施行的哈，啊，这个二二零一三年去年的六月十九日，在去年六月十九日，《自由时报,有播出報》有报新闻报道，喜羊羊开始报这些报道呢。星期日六月九号到星期日呃，新闻报道报道哈。 以前咧，驻美特派员这个曹玉芬下来吼，啊讲，迄、那个、迄、那个台湾事件，因为我给刚刚解释一下那个背景，他为什么会报这个了哈？因为习近平要去访问奥巴马，哦、喔，啊美国吼、喔、想想咧，啊一过来一定是要过讲台湾的问题啦，哈、喔，诶、欸，一定要要台湾呐、啊，哦、喔，啊所以美国就将遐一寡迄个秘密档案拢解密。 解密出来報這啦，不止家了，都几家开心的解密，要让那个习近平晓得台湾的实际上国际地位哦。啊，伊伊伊加加一篇文章，那读读的了是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华民国的啊。要个说的讲，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哦，吼、哦、啊，嘛不是嘛不是中 P R C 哦，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不是因为因为中国中国吼。 头前加一个 people，人民了吼，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吼，People Republic of China，吼、啊，啊毋是你中国个，啊不是台湾个啦吼，加、啊、一句，伊最后写啥呢？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这股就要跟台湾的法律地位是啥？来，小李生，仍是被。 占领的领土哦，哦，台湾是什么地位？国际地位是先，拄好在咧讲，呃，陆地的国家是不是？拢毋对，只、這个讲对呢？嗯、嘿，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哦，被占领的领土哈，哎，记好，台湾的法律上的地位是被占领的领土，哦，阿、欸、你、哦哦、大家记了，台湾的国际地位就是阿你啦，哦。 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哦。这、这滴迄、那个旧年六月初九的主席无写个证明，因为都是解密的、解密的一块资料嘛。要让习近平知影讲，诶、欸，先生，啊，去结果人解密了吼。习、哦、近平人看有，伊也无拢无看到台湾。最近拢唔敢讲台湾问题了呢，因为国际法一直读的知样讲，台湾不是属于中国的哦。呃，固台湾是我们固有的。 神圣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现在拢唔敢讲咧。国际法读了，因啊因啊因有去读啊，读了，他们绝对不会讲说台湾是我们固有，也没有什么哦，黑龙形容说都都都,都,都不可分裂的领土，不敢讲了，不敢讲，因为国际法一读的话，台湾根本不是他们的吧？啊，也不是中华民国的嘛，哦，所以习近平去去见奥巴马。 拢无讲提到即个问题，人遐美国先先甲解密资料甲放出来，放出来讲啊，台湾的国的国际地位就是这样啊，哎，啊，所以伊毋敢讲啦，吼。啊，再欲了解一个中中国政策吼、喔，今仔无闲通放。即、這个恁若去官网吼，诶、喔，即、欸這個、官网今敢也有，小蔡，官网敢也有即、這个，恁去官网看，吼、喔。o n e China Policy，哦、喔，也也是要了解 One China Policy，伊伫咱的官网内底有，甲甲点入去。 讲卡足清楚，即、這个伊即个资料吼，我我啊，讲我卖个放了吼，伊即、這个伊即个伊嘛是 credit creditis 吼，都、就是提供遮资料诶单位吼，诶，这是这是美国国防部做诶呢，美国国防部做诶 one China policy 呢，伊内底提供资料，有写特色？我特别甲国防部内底对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 USMG TW TW 是台湾呢？哎、欸，这篇文章呢，这竟然把我们 TCC 的是 USMG 也开 T W 下底一一个正式成立的单位了哈、喔，一个正式成立的单位哦、喔。啊，剩嘞剩嘞，又做了国会啦，什么啥啥国国国防部啦，是么啥，但是我要要紧的用在讲一下美国军事政府台湾 USMG TW，即嘞。 有提供资料啊，出来足侪啊，拢有提供资料。哦啊，这是内容了哈。人家讲只有一个中国了哈。呃，我今天时间就不不讲这个，大家回去自己看《One China Policy》哈。哦啊，就伊伊勿过讲哦，讲将军官员都刚开始光复节，事实上唔是啊，事实上是唔是光复啊，是接受日军的投降而已啊。 唔是台湾官方的，哦，这这人写得足清楚，而且其他都无闲，无再看这篇，未歹，这篇也让说服说服很多人了哈。后、哦、来，一码一码，这篇毛写呢？在美国主就是让合约里面指明美国是 chief occupy power，主要占领全国呢，嗯、啊，诶、哎，美国是主要二十三条了哈，啊这。 来，ROC is serving as a proxy occupation，就是代理代理的，这个 proxy 是代理。因因美国啊嘛，写讲台湾，那个 ROC 是代理的，哦、喔，代理的，代理占领的，吼、喔。来，这我小可讲一下，吼。 在关于台湾的主持人，在中美三个公公报里面，一九七零、七九、八零，美方没有明确的叙述。啊，第二个美国认知台湾海峡两岸只有一个中国，而个中国是对 P R C，P R C 现在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来来来，咱咱稍微注意者。 你国人在讲海岸两边的中国人，你听得会啊？对不对？啊？怎么会不对呢？海岸两边的中国人，因啊，因那边的中国人，台湾这边的中国人啊，咱毋是啊，咱是 people of Taiwan 呢。阿弟啦，所以不要中视签到。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怎么怎么黑人大会代志啊？诶诶，他家的是。 不是我们的哦，我们说中文啊，惨了啊这边啊，变成咱中国人看那边啊，两岸的只有一个，啊，是被统一了。嘿，你不要不，咱家里给老给给给施工被统一了。两岸的中国人都、就是因因遐中国人，两岸啊，咱是台湾人。我用一个迄、那个美国政策里面没有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了哈。 哦、喔，这拢写个脚情色，啊，台湾地位未定，啊，是美国嘅需求啊，毋是毋是啦，吼，个内底拢写个脚情色。台湾 is o c c u p y territory，被占领的领土，即个占领领土 of the USA，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区啦，叫国际法。哦、喔，诶，怎讲？台湾是被占领的领土，是相占领呢？是美国，美国佮委托蒋介石来代。 管安尼诶，吼！那、哦、我即摆一直咧解说迄个台台湾的国际地位。啊喜欢较有蒋介石在，蒋介石著是派来代理的勒样啦，吼、哦！毋是要学蒋介石来来来来，即个台湾欲互蒋介石诶。不是这样，国际法上没有写这样。好来，People on Taiwan，你是不是 People on Taiwan？ 你是吗？是、哦、啊。阿丽嘞。那个马英九是不是 people on Taiwan？哎、嗯，谁啊？不不欸、是那们是，他也是在台湾呢、啊、所有的在台湾的人 on，所有在台湾上的人叫做 people on Taiwan。我们是 people on Taiwan，可是我们还是 people of Taiwan。哦，这搞搞清楚哈、哦。 拄啊，遮咧讲，两岸的中国人，迄是咧，迄是因因遐是中国人嘛，是红台湾。啊。咱是 people of Taiwan, 台湾，台湾人，正确的台湾人叫做 people of 台湾。哦，这些咱逐个清楚，people on 台湾讲 people of 台湾。哦，我嘛是 people on 台湾呢，可是我还是 people of 台湾。哦，英语英语哆，这这就是咧讲安尼，咱嘛是。 咱较是 e o p 马英九是 people of t 可是他不是 people of t a 哦，讲个情色。诶、欸，我民进党嘅我还要讲者，因为好来，台湾即个土地是啥呢？台湾是住伫台湾人，住伫台湾嘅人诶，对无？对吼<吧><吧>？我我去，我最近伫台湾，啊，不是去国富伦社，拢请我去演讲，啊，我若问这个问题讲。 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对无？對,哦、对，咱遮嘛讲对吼。哦，来<對>来，勿紧勿紧勿紧。迄迄<對>理论阿讲讲家会知影。咱咱<對>必须得有特别用一个 hotel,，也毋捌杀到后头哦，著是国宾国宾饭店吼。来，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啊？咁对？是安尼，毋对？啊，你拄啊食到因？ 台湾是住伫大哈？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个对无？哦，对，啊，是安尼。即条就毋对。啊，即条对啊，对啊，对啊，唔对。啊？即条也对。对，他达到要点了。即个国宾饭店毋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个呢？是国宾个头家呢？有所有关伊有管理权。台湾个所有关政伫不 啊，所以台湾是住伫台湾诶人诶，对无？對哦、啊，抑个对。哦，大家大家大家听好。台湾是住伫台湾诶的人诶的，对无？我咧宣布的，哦，对哦对,、哦對哦，大家欢喜到要死，迄<對>个选举语言嘛。嘛哦，这边讲伫遮，迄个台湾的所有官众伫底。台哦，诶、欸，嘿、欸，毋、欸、是讲、啊、日本哦，哎，是日本天龙哦，诶，嘿、欸欸，我来，等下我阁讲迄个迄、那个经过予恁听。 哦，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的对无？毋对啦吼，毋对啦吼，咱即么知影人个啦？啊若毋知影著讲，诶，我住伫台湾是安怎？毋是我住伫台湾的人的。哦，就是，伫啊，迄面伫遐啦，你有所入凭证无？没有，你有经营权无？一间公司，哦，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的人的对无？毋对，啊是国宾迄、那个。 无的确伊是国宾，另外一个头家啊，荷人去管理的、哦，也有可能，但是你就是伊是管理者，毋是你来代的。家。住在那边的人，并不拥有那个、那个、那个主权啦。吼、哦，所以咱后摆就没个没有。台湾是到伫台湾的人嚟对无？<Yeah. S 1> 哦，大家啊,啊清楚了哦，就按按清楚了，好，好。国宾饭店的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在哪里？ 哦，咱大家怎啊？安尼安尼会当了解了。吼。啊，无讲，小人个台湾，毋是住伫台湾人的哦，迄思想啊。我住伫台湾，我出事就伫遮，其他的话唔是我的，唔是你的，著是毋是你的啦。国际法内底，你著你著无迄个所有权嘛吼。要从法律及国际条约去找，不要只用感情因素，啊，是？ 选举语言，吼、喔，你选举上号，即、喔、个台湾是啊，对无？对，大家怕不拍啊？啊，迄选举语言也、啊、是感情因素。咱咧读册，就是要照法律来行，袂使袂使当咩乌白乌白，白你感情爱安怎就欲安怎，国际法律安怎写，照国际法来行，哦、喔。来，啊，台湾这块土地到底是谁的？是安西南海日本天皇的。 为什么是日本天皇的？哦、下关条约，我就爱用下关条约了我可不爱用马关条约了，因为照国际法里底规定吼，你对签的诶诶所在，啊就是迄个所在的名诶诶名啦。这个所在是伫什么呢？日本的下关呢？你在日本的下关签的约叫做下关条约 啊，满清也叫做马关条约，我毋知，我毋知是安卡用马关条约。啊，正迄阵马英九也未出名咧，哈哈哈哈哈。迄阵阿哥，阿马关条约也未出世嘛。一八九五年呐，吼一八九五啊，诶、哦啊，好来，啊、哦，马紧即个土地是香的啦，吼、哦，即、這个土地是香烟，要归根深究底，不能是中国的啊，本来是中国，蛮蛮满清的，吼、哦。伊阵无中国。 哦，满清政府的，哎，啊，被割让给日本，是日清朝的皇帝，原、嗯、文下的清朝的皇帝割让给日本的天皇哦，哎，毋是清朝，咱古早讲啊叫做清朝割让给日本政府，毋对，所有权是伫天皇的手，哦，啊,啊，所以咱若讲对遮等来，诶、欸，即、這个所有关系那个伫日本天皇的手，因为。 搬迁的啊，国国这样。台湾当时是殖民地，殖民地可以割让，如果是领土的话，不能割让。我这就要跟人这国际条约来对，殖民地可以割让。当时台湾是满清的殖民地，所以可以割让给日本。哦，阿、啊、那是固有领土，啊就不能割让哦。哦，世界法律来对，世界公法来对些。 领土袂当割让哦、喔，殖民地才可以割让吼、喔。来啊，一一百九五年四月十七，下关条约是由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跟日本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皇帝对皇帝，因为这是拢皇帝的啦，土地是拢皇帝，毋是政府的，政府只不过是那种总经理尔。这间公司头家是谁？董事长啊？ 吼，哦，土地是董事长的，都、就是日本天皇的，都、就是清朝的皇帝。的。政府是干呐讲皇帝，讲啊叫你来做总经理，互互你代替管理呢吼。按、哦啊、大家搞得清楚啦吼、哦，是爱爱讲皇帝的吼、哦。哦，这这原文呐、啊，原文就写得足足清楚。 大清帝国大皇帝，现在现在拢是皇帝对皇帝，安尼，唔是政府对政府了哈、哦。土地要讲啦，土地并不是政府的，政府是只是被那个皇帝任命来做哦，公公任命一个总经理的对了。来管理了，安尼啦，唔是政府的啦。哦，大家要搞清楚这个这个这个法理上的关系哈、哦。来，我个孟孟姐。 西安呐引起甲午战争啊，你晓得吗？为什么引起甲午战争？啊，有人知影无？哎、欸，常识啦，这跟咱这无关的。西安呐，可是有甲午战争。好来，不要紧，大家毋知啊，时间无啦，我也无爱搁韩国去约啦，是为着韩国引起的啦。韩国吼讲啊，我无爱互中国，我啊无无无爱互满清管啦。哎、欸，迄阵日本拄喊明治维新啦，讲啊，日本恁都较强吼、喔。 来来替阮管啦！啊，阮无爱去朝贡，阮清政府有无？逐当拢爱朝贡啊！哦，伊讲阮无爱啦，阮来互汝日本管啦、哦哦欸欸！啊，日本讲好哦好哦，啊，着诶，啊，现满清就讲诶。哎呀，即个即个是安怎个，汝过咧甲我管即个朝鲜，啊，两个就争起来，毋知影，促一日啦，啊，无啊，无几日啊，着满清兵着输汝断股走走啊，吼！ 欸啊、所以，甲午战争的起因是朝鲜好、哦、会记哩朝鲜啊。所以，下关条约内底第一条写呢？来，这是下关条约第一条，你看第一款写：中国人民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失、独立自主国，可以朝独立了 啊，熟悉常识你不难管啦。哦，这个、啊、这下面讲的这呢，是安啊，那第一条也是啊，调升，都是因为调升引起来。哦，哦，大家晓得这个是常识啊。甲午战争是因为韩国而而引起的啦。哦，啊，第二条个写讲台湾、澎湖、金，搁几个所在？三个所在，咱较早无读着。第三个所在就是辽东半岛。诶、欸，第三个所在就是辽东半岛。你看。 奉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吼，说是澎湖列岛，刚才说在了吼，啊，现在呢，盖大卫辽东半岛无割上一是林，满清的领土呢。哎、欸，对面迄种形容词啦，领土就是领土，啊，殖民地就是殖民地。啊，你的领土你要安那形容词呢？固有领土，啊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拢是领土啦。哦，就是领土，看殖民地啊。 啊，领土那边那个做形容词啊，固有领土、啊好，然后神圣不可侮的，反正领土就是不能分割，哦，诶、欸，我一直一直要强调这個，我一到位要讲到台湾呐、啊，哦，到位要讲到台湾，我想无啥时间，我先先讲这个台湾。是啊那迄阵挂号的时列是殖民地，啊，以后是安啊呐，改变成领土。哎、欸，日本足厉害呢，伊头啊伊有些经验，北海道是日本的殖民地哦。 北海道啦，你怎样？北海道，咱大家拢去吃德国。一台湾是日本的迄、那个日本的殖民地呢，啊，日本照国际化、加教育、加、哦、姓名、加和改做日本名字。无迄是,是爱奴族的啊，日本、迄、那個、北海道是爱奴族的所在啊，伊就去甲、啊、教育，啊去互改姓名，啊去互创啥？然后宪法实施于北海道。 宪法一实施，在北海道，北海道就成为日本的领土。安、啊、尼听好无？哈，日本北海道也是安尼变成日本的领土了。诶、欸，伊来占台湾了。哦、喔，我我中间我无讲，伊来占台湾了。伊嘛了几十档的，互台湾改姓名、改名字有没有？哦、喔，啊，甲你改名字，啊，甲你，互你受教育，互你现在，哦、喔，啊，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 哇实施于台湾，安、啊、尼台湾是并设线，日本的领土，哎、欸，安尼、哦啊、来，也也当也当然台湾之后得，也当挂来挂去呗，嗯嗯嗯、不能啊！照国际法来，这个领土啊，都、就是你不能定位，你你不能领土里面，你就不能分割它了。哦，无论你想想，你被占领了，现在主权还是日本天皇的，哦。 即我讲，即恁若要牵人讲，就安按队安尼讲讲讲来，安尼吼。伊、喔、四月初。啊，迄阵四月初，以前台湾所调的兵是干呐做啥？做军夫尔啦，军夫尔，哦、喔，军夫。但是四月初以后，佮调的兵变啥呢？黄金。哦、喔，安、啊、安、啊、听有啦吼、喔，头仔拢做军夫啊，因为伊阿佮是殖民地，会当调袂当调兵啊，会当调军夫尔，变说。 国家一后，变这日本的领土以后，他才能征兵啊，征的兵叫做皇军呢。哦，对、嗯、啊啊，各位清楚了哈。诶、哦欸，所以四月初，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台湾正式为日本的领土，那亲像辽东半岛是满清的领土一样呢，所以都不能分割了呢。讲啊，台湾是没被分割对不对？会怕的。国际法退出来，你侬你就不能够分割嘛。哦。 安尼点乌啦哈？台湾就是不能分割的一个日本的神圣不可，我这边用形容词，神圣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嗯、喔，领土就是领土啊，这边也用形容词啊哈，是日本的，日本天龙的哦、喔。我来，所以我无要阁讲卡详细，我这边安尼跳过伊讲一下，因为时间无，我当跳来讲啦哈。啊，下关条约是垂提要什么设计？哦、喔，蛮轻松的，蛮关跳的，那是什么设计？哦、喔。 什么设计的是下关呐？哈、哦，日本有咧正式写下关、下关，啊，这个条约是下关条约，哦，啊啊，因为辽东半岛是清朝的固有领土，所以所以你看，迄、那个苏联、联合法国、德国提出抗议，逼日本搁签迄个签迄个《返还条约》啊，叫做《辽南条约》啦，叫做《辽南条》，约，因为它是清朝的。 领土，所以不能被分割，不能割让给日本。啊，所以日本乖乖啊，乖乖啊，就行了。但是行行行，伊啊三千万，三千万，三千万两。啊，照历史的记载，伊摕这三千万两，迄阵日本干了一间帝国大学呢，东京帝国大学。啊，伊摕这三千万两银去去桥道，京都帝国大学就是用这条钱去起的。 文先生写的是用这条自己去行走地带，哦，桥路来，呃，提高来个古了。哦，好来，土地有分成两种，殖民地啊，含领土，啊，c o 尼才可被割让，领土不可被割让，你别用固有领土哦、啊，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啊，是不是？啊，台湾一八九五年，清朝的殖民地才可被割让给日本天皇，告家龙知样嘛，哈？ 哎、欸，这啊多啊，只拢安尼，一系列可能解解说较足清楚啦吼、哦。那先就美西战争了，哦，这波多黎各、c u b 菲律宾拢是西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割让给美国啊、哦，可以割让殖民地可以割让。哦，较早的台湾是干安尼样啦哈、哦。啊，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一年吼，日本了二十东。 甲征服整个台湾，高砂族了，现在我以阵无战争拍甲拍了二十弹，甲将台湾统一呢？统一伫日本的手头呢？吼、哦，到一九一九一五，好来啊！我只咧讲过，一一九三七到一、e、九四五了，遐济弹吼去做反民化，就是内地人生，就是多咧讲的，教受教育啦、改名啦、虾物些啦，迄拢就是咧反民化的一种啦，吼、哦。 啊，告，这个时间在记呢？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日本天皇下诏书，《大日本帝国宪法》這，这咱的宪法是明治宪法哦，《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明治宪法，实施于台湾，从此以后，台湾就变成日本的领土。哦，啊，大概就是，所以未当搁挂了吼，未当搁要挂号、啊，什么人要挂号中国，挂号中华民国，真，拢总结，拢未当。 这北方四岛，我因为有关系，我无我无时间能讲这了。吼。这这北方四岛，迄苏联嘛配面呢。来，工作开罗宣言的吼、喔。开罗宣言虾讲向的呢？虾讲日本是中国人偷得的所有领土，哎、欸啊，台湾刚偷的啊？嗯、对啊，迄正式有国际法。 中日下关条约正式安尼嘿，毋是偷诶啦，毋是偷诶啦，伊拢讲偷诶啦，吼、哦、啊，所以你讲讲偷伊你日本人对台湾偷的偷的，是对偷诶无啊，迄是正式签那个国际条约割让的啊，吼、哦、啊，所以开罗宣言嘛毋是，伊伊伊所有诶结果吼无，美国拢无承认嘛。 你迄阵内底有一条吼，我你我你若去读开罗宣言？内底有一条写讲，琉球是由中日共管。开罗宣言内底写，中美共管，中国和美国共管，到尾九十九年顶起来是相相管的，琉球是相管的，美国啦啦，中国也无去啊啦，哦、喔，无照迄个开罗宣言咧咧安尼咧行啦。 哦，你你我国机制你来来讲啊，哎、哦，无照迄个开罗宣言，美国都无无开罗宣言，伊讲琉球是中中美共管，以后变做美国单管单独管理了。哦，迄、那个讲迄个中美共管的、那個，啊，这些多会会议，我无要讲啊。 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吼、喔，伫迄个一般命令内底，伊分配，伊有权分配啦吼、喔。啊，就是一般命令第一条，写讲，来简单看一下中国、台湾、含北越，由蒋介石委员长向即个投降啦。啊，温州含北朝鲜，较互苏联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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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的、喔，啊，去个岛三个所在，吼。啊，剩个啊，遮逐个拢足好运，拢入面无偌久就独立了，干咱咱台湾一个市啊较近。 啊，六七十冬啊，拢无要行，无要行啦，吼、哦！好唻，即、這个即、這个吼、哦，即、這个我哎，光复节有哪样讲者？咱咱讲光复节，光复节吼，啊，在一九四六年过冬吼、哦，即十月二五是，伊讲叫做实在是中山日啦，啊，伊讲个做光复节啦，吼、哦，中山日就是接受日本军的。 导航中国现来接受日本的导航，啊，人过自光复节，啊个啊过广东下公写公文一二九七号命令讲查台湾人原是我国国民，已受敌人侵略，自丧失国籍，是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人民，自三十四年十月一五起恢复国籍，将所有的日本台湾人变成中国人，用这個、啊，这个违安那违反国际法。 啊，即张、哦、啦，迄是伫这张诶公文写，讲规个变作中国人啊。啊，事实上欲变作国际诶变更，国际法内底有写，国际诶变更应该第第一个就是要自动，啊，第二个意愿，第三个合法。伊当时甲咱解释中国人，敢有敢有，互咱填志愿讲袂无？无啊嘛、啊，一接就甲咱变，即个拢违反国际法，吼、哦，拢违反国际法啊。 迄个美国兼迄个遐拢有，拢有迄、那个，拢有抗议讲：，诶、欸，即台湾，台湾，迄、那个，因此台湾虽以为中国，中国政府统治，英国政府欠难同意台湾人民业已恢复中国国籍哦、喔。英国抗议了办，美国也抗议，吼、喔、啊，美国抗议，伊国民政府安那答呢？讲为方便管理，是暂时措施啦，即是暂时的，暂时到六六六六七冬啦吼，哦、喔喔，这拢暂时的呢。 已经落去就当了，还搁伫暂时哦。迄 <music> 个，是安尼？美国会当弱点台湾关系法，也无人同意呢？因为咱遮是以占领个所在的。美国国会通过讲台湾关系法、就是，著是按呢著知影讲，诶、欸，台湾确实是美国咧管理个，美国统治个啦。 你看有台湾关系网啊，台湾关系网吼会会注意，台湾关系网无包括金门马祖，吼，当然台湾跟澎湖呢，美国和日本的防御条约吼有包括台湾澎湖呢，啊无包括金门马祖，所以台湾安啦，拢拢唔敢啦，诶，安保条约内底有包括台湾澎湖，无包括金门马祖，吼，金门马祖是啥个？唔是，哎呦唔对啦，中华民国的啦。 哎哎，嘿嘿啊，迄迄个是因春迄两块土地尔啦、嗯，吼、嗯，哎、嗯，伊、嗯、拢、嗯嗯嗯、中华民国的，哎、嗯，啊，即摆国加一个中国遐有用一个平潭岛，不吼，引去啦，因有若惊国民党去到第北京甲乱呢，伊讲袂使，恁袂使来来到平潭岛佗呢，哎、欸，因有若惊国民党呢，共产党有若惊呢，啊，根本忙马说讲平潭岛因春呢。 因村的遐遐中国人都在等伊遐吼！旧金山和平条约共有二十七条，全部都没有对日本天皇处分，所以台湾的主权呢，仍是仍然属于日本天皇的，安着无？对，吼<吧>！拢无处着天皇呢，啊，农无处着天皇，即、這个土地是天皇的，啊，高雄嘛是也当讲一个天皇的，按掉无？是啊。 足简单讲，就是亚克天龙的啊，吼、啊。来来、哦，来，我拄则接要讲的，即即三位大家还记得，即个二 b 二十三条，吼，啊，含这个四 b 四、哦、b, b 就是讲着，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USMG 啦，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四 b 第三条哈，二、啊、b 四 b 二十三条，就是现在和平条约。 哎呀，我哎最后个我五分钟哈，我讲起民进党迄个，迄个，哦，啊，姐姐、那個那個喔啊，全世界吼、喔，我讲啊，即个即个，蔡英文台吼、喔，为了维持选址投票率超过五十 percent 哦，尤其是陈阁长竟然设计有投票奖金的，哦、喔，世界无人有個投票奖金的，你钓一票三十块，卖烟酒提过伊去你知道？ 伊，伊摕几票，六百几票，伊摕两亿外啦。啊，蔡英文咧摕一倍啦，吼、哦，宋楚瑜摕一千一百万啦。讲到咧有，营养午餐咧无钱，蔡英文毋去摕出来，伊一倍第二六第二咧烧咧，吼、哦，啊，搁一点我即摆要要做主要要讲诶。哦，来这张相啦，哦，即伊年龄美顺啦，啊，即即即个副总统，啊，即个总统，伊嘛三十几个国旗，伊准备用这支要做民政府咧。 哦，诶，来，我即摆即台湾呢个证明我，我无毋免讲，我最后欲讲起个迄、那个民进党、那個，迄号，各位听住咧。台湾呢个定义，一九四五九月十一，这是咱定嘅啦。九月十一，呢阵拢无外人入来，敢若敢若台湾人尔。所以讲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以前住伫遮度人，拢总是台湾人。哦，啊、嗯，即、哦、中华民国嘅门牌，咱知影南京。 南京啊，这个、决议文是关说怎解释嘅？好、欸哦、来，来来来来，这张。诶，最后最后，我讲这个民进党这讲、个、了，对不对？都都爱写个给我鬼文章啊！吼，这个民进党吼、哦，伊伫迄个，从一九九九年五月九号，民进党第八届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通过，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哦，伊通过安尼哦，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因家己通过的啦吼，诶、哦、啊。 台湾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啦，啊，民国的戏啊，啊，伊一个台湾变作，啊，那个那个那个西洋那个虎新啊是啥，唔对啊哟，啊这来，蔡英文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咁对，中华民国的戏啊，那个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哦，中华民国伫世界上戏啊，你若点点入去美国的签证，无无熬戏啊哈。 无无，后尔死哦，有台湾尔，哎，啊！金门妈祖遐吼，添嘞，哇，袂当袂当往前，因那是属 China，金门妈祖是属 China，台湾较属台湾国，安尼吼。哦，啊，个是啊，季德健一出去，无插一支出去，伊家己也无用威哦，我最后要佫要。哦，迄平潭岛。 即个平潭平潭岛用这个岛啊，所以所以迄、那个鳌西村平潭岛啊，含金门妈祖安尼咧吼，三个所在还等于啊，即即都免讲啦。日本天皇伊讲要卖，日本都无要卖伊啊？伊不是讲无要卖，伊讲伊讲我们日本皇家从来没有卖过土地，卖过东西啦。 啊！伊要个，伊讲、哦、我阮即摆都较有啦吼、哦。啊来，甲你买台湾，汝想安怎？日本天皇，伊讲阮天皇从来没有卖过东西。我想给咱哦，即、這个、即、這个、即、這个、即、這个足要紧吼，即、哦這个最后一张图，咱最高法院吼、哦，咱无拢高一伊样，啊样到到最高法院即张写讲 p e t i t 吼，最高法院有两种个判决啦，一种叫做 p e t i t 一种叫做,做 petition grant，grant 就是准你啊，deny 就是讲格子，啊，唔是 reject，reject re 是你上诉来給，把你驳回叫做 reject 啊，伊这是 petition deny 就是降你啦。恁农村比阿袂好啊，嗯、啊，咱农村比阿袂好，咱若备好，伊就会甲咱拍工 petition grant，咱、啊、听好无？哦，所以正讲咧讲 petition，你奈讲哇被 deny，no 唔是安尼，唔是安尼，是 petition。 你懒就是搁置，恁民政府准备要不要好？真有可能，你也思想变变啊。吼、哦。所以有这个观念，啊，咱也准备好，随乎咱，随乎咱执行啦，吼、哦。啊，还佫有足侪人吼、哦。我无法多同同个，我想就就就就,就今天今天讲到这里就好了，吼、哦，好、哦，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各位同行，我们下课吃饭吼。 一楼餐厅用餐啊，等一下，一点二十分，一点二十分，在一楼大门口拍团体照哈，一点二十分，好，一点二十分在大门口一楼大门口拍团体照。这边的冷气，哎、欸，班长这边的冷气不好呢，哇，满身大汗，冷气要要稍微整理一下。